そう。问您是哪人？江苏回民，江苏回回民人，韩英儿，就是汉高祖刘邦是奉陪学堂的配音人。今年高寿？85岁，民国15年生的。现在高寿？多大岁数？86。您哪儿人呢？我就是河北啊，河北大兴啊，采油镇嘛。对，现在属北京吧。哎，现在属北京大兴。哎，对对对对。那是蒋中正的，这是严家淦的，蒋经国都在那边，还有一个蒋经国的。